康元年，帝穆叔推行女子入仕，而后姓林管路西直征有能之士免试入馆，天下英才悉悉聚于京城。盛康三十年春日，新一轮科考拉开帷幕。翰林院士在即，我定要考进去，谋游庙堂，为百姓谋福祉。杏林春暖，举景全乡非在高墙之内，我意在荣于四野。哼，做女官能有什么前途？实在冥顽不灵。好好的年纪不嫁人，就不该让你去上什么女学。他既有此志，又何妨让他一试？长风万里送秋雁，世事变幻，落子成蹊。此番一去，纵有万难，也许应下杏林馆邀约，能得破局。我亦这对女子而言，谢大人吉言，姑娘的住所已安排。点击此处，可进入凌云馆。姑娘，请随我一步入内，点击席字，进入主线。哼，还嘴硬。凌云馆内的笔墨纸砚缺了一套。大人，我真的没有。一个侍女要习什么字？况且你这等粗鄙之人。大人，书在下失礼，外庭所用的笔墨纸砚为女子念书习字，部分是。怎么，你这是在教本官？算你走运。别哭了，没事了。姑娘直言，辛苦大人引路。谢谢你们，我先找个地方安顿。总算安顿了。妹妹，楚堂姐姐，快走。听闻有位江南来，看来我没猜错，能与楚堂姐姐在此，但愿我们都能顺利。一定会的。妹妹，姐姐提醒的是。妹妹怎么了？说来惭愧，无妨。妹妹，你等我一下。妹妹，快过来，看看喜欢哪套。这身衣裳出自闲云房，这身衣裳由分花绸装。这身装扮得体，多谢楚堂姐姐相助，你我之间无需。妹妹，走吧。数年前，大齐第一位女官李韵芝历经万难，
本官见证过那段岁月，尔等虽为女子，请替长院教诲。学是为了让你嫁入高门，谁让你去抛头露面做个毫无前途的女官？女子从政能有什么作为啊？你看看身居高位的一个女子也无。女子入翰林，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六卿也就到了头，就是个笑话。妹妹在发什么呆呢？走了，我们一道回去。来了，可我不想随随便便嫁人，我想走一条自己的路，成为想要成为的人。万一最后交卷的时候说、我记下了。时辰已到，请诸位考生进入翰林院士开考，姑娘请随我前往考。凡参加翰林院士者，姑娘。本官夏礼渊，学生见过夏长院。女子科举之事，请选择诗词中空缺的字，选择第二个字，点击此处可提交。满腹经纶，经承蒙夏长院抬爱。依着御令到，考生上前受封。谢君上恩典。恭喜姑娘，依照流程，一甲三。宣翰林院士一甲三人入殿觐见。学生贺青，学生叶阑珊，学生拜见君上。云深吗？今次一甲三人，我等定当尽心竭力。赏赐之事就由李福尼去安排。小的遵旨。都散了吧，臣等告退。大人，点击此处可进入静思居。大人，请随我一步入内。师叔，此这是君上赐下。水月拜见大人。沈修拜见大人。不必多礼，往后。另外，君上厚待，师叔。请随我。大人，请前往领取。点击俸禄，打开。点击领取俸禄。
这是我的第一笔俸禄。师叔，凤尘司的内侍会。妹妹，我听说了，不如先去吃遍京城。哪里来的破车？竟敢打原楚殿下！是下官疏忽。师弟。